爱慢跑私下被民众认出来时，都会大方回应，相当亲民。而近日有网友在香港一家小吃店巧遇周润发，只见周润发似乎刚运动完，穿着运动服，脖子上还挂着一条毛巾。走进店内后，发现没有空桌，周润发和友人就与其他人并桌，一点都没有居心架子。另外有网友透露，周润发看到店员忙不过来，便主动整理桌面，拿碗筷，超亲民的模样，让众多网友看了大赞。真正的明星，最喜欢的男演员要不要这么赞？Bye.